我们不是帮人洗衣服，还帮人洗掉。你是里面的一个讨厌的人，想要杀掉。你想做的事，交给我们吧。你是青田街一号。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。他们是真的阿飘，真的飘。你做那么多年了，怎么会现在才看到？一个很神的仙姑，你去找她看看。 请问是盟女长，所以驱鬼拔除，仙姑令吗？他们也是你带来的，你还真是卡到有点多哎。所以你也看到，那你就一定能够帮我解决。会跟着你，不是来找你帮忙，就是找你寻仇喽。到底想给我搞个台？那要怎么解？想办法找出来，到底是谁要杀他喽？要跟你说几百次，这世界上没有鬼了，都是你的心理因素，是幻觉。 警察，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好像不认识你了。这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事关人命的。哇哇哇哇哇！你要杀他！啊！你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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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我受不了了，所以你下午完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还没到啊！你要知道，你们这种凶杀类的真的是很麻烦呢。那哪一类的不麻烦？ 爱情类啊，亲情类啊，都很温馨的。恋爱？哪有？你才恋爱。